这是不是你一场堆高高的方式？先找到一个着力点，然后就开始一层一层又一层的往上堆，生怕堆偏了，然后就开始东倒西歪，没办法，只能再找个着力点。苹果没吃着，最后堆成了一棵树。正确的堆高高方式，先找到一个平坦的位置，用两个颗固定，接着在上面堆出一个麻花辫的形象。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赶脚它不会倒了之后，就可以一直往上堆，香香脆脆的大苹果直接吃掉。这关咋的？直接吃炸弹呗！好家伙，这回连苹果都不给吃了，那我尝尝炸弹啥味。不行不行，他有点不敢下嘴。那边有个东西炸过去看看，好吗？苹果在这等我呢。我去，这是啥？看来只能从金字塔。掉了掉了，别推我，我还有机会。杀！